怎么办？这个车倒也不能倒，这么窄，上不去。往后倒啊！往后倒，那么那里那么陡，还有个大弯呢。掉头掉不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只能往高啊，往后倒啊！我帮你指挥呗。你这么不给力啊你啊！你搞什么鬼啊你？新轮胎都这么不给力。路太滑了。看好啊！不给力，看好。帮我指挥啊！把你指挥指挥到下面去。到了。你是倒还是什么？这里有那么宽的，试一下呗。这么窄，到不了了。试一下呗。对啊，还有点远呢。这车太长了，这个溜尾车太长了。这里很陡哦，进来我的吧，买到的在哪儿啊？陡坡的是哪位啊？你怎么到的来着？为了我懒得个点这可能逮到自己的看见到了干的了，好装到墙到到墙上完了，这下面这么陡，要倒下去，又弯又陡。天哪！让离开，走远点，我们走远点。这个比女司机上路还要太弯了。开神车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考验你车技的时候。回家了，还要蹦下嘎啦嘎。